月月，你快进来。嗯，电梯满了，坐下一班吧。哎，听说泽总跟月月分手了，泽总对月月也太无情了吧？哎呀，你小声点。月月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就先回家休息吧。特殊时期一定要注重肺部保养。工作你完不成的话，我们帮你完成。没事儿，最近加班总熬夜，抵抗力有点下降。不舒服就请假去医院，不要在这里耽误大家工作。姐姐，你送他去吧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哎，你看左总买的小仙炖是给谁的？肯定是送给心仪的女生啊。据说小仙炖都是下单先炖，每周冷鲜配送，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。这么有心意的礼物，肯定是送给最爱的人。不过左总跟月才分手就找到新欢啊。啊，哎，别说了，快走快走。老板都走了，我们也下班吧。正好我男朋友来接我，咱们一起啊。好啊。那个月月，外面下雨了，正好我们一起走呗，刚好也有个照应。不了，你们先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坐副驾？宝宝。你最近不是很牛吗？对我那么凶。我看你不舒服，特地给你买了小仙炖心灵窝。宝宝，别生气了。知道罚款我转给你。喂，小张，给我下单一年的小仙炖心灵窝，给你尝尝吧，吃完会舒服很多，远离小刀拉嗓子。哼。嗯，Q 弹清甜，好好吃啊。我可是做过调查的，他们家原材料采用的都是马来、印尼溯源燕窝，品质营养有保证，好东西肯定要送给最爱的人啊。哼。哎呀，咱们不是答应爸妈不生张恋情的吗？你就看在我给你买了一年小仙炖的份上，原谅我吧。哼，回家吧。好的，公主陛下。